啊，情况非常的恶劣的感觉这情况，就是说这个，再过，今天3号了啊，再过1个星期，再过7天，这里的居留卡应该就能够拿到了，因为他上一次就是11月10号的时候，他说1个月以后啊，我就能够收到那个居留卡。但是从半虚幻的角度，我感觉凶多吉少呢，因为习近平、福建版势力太强大了，我认为习近平没有必要那么在乎我嘛，是吧？我在这外面，你自己的亲戚兄弟姐妹都在国外。你干嘛不把他们弄到中国？伟大的中国嘛，你没有你的兄弟姐妹在你旁边，你怎么就不能？你怎么就火？啊，待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吧？被习近平、福建帮给控制的顶牢的，顶牢的是吧？连这个上网，连这个搞直播都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啊，老是断，老是断。反正我最近，先说现实的吧，现实的就是说，这个昨可能，因为我前面做过一个梦。我做过一个梦，就是说，他反正现在这个清洁工被他控制在那边，那很可能他这个向我要钱是吧？他前面那个，不止300欧元的钱，被他拐的那还不够，他还要来向我要钱，然后要200。因为巨大的威胁，他没办法。还有一个他的男的，还有其他男的嘛，是吧？我说，习近平有点杀人吧？他因为他是以黑社会，以派到我弟家的黑手段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可能是这个样子。那他又向我，所以我昨天。所以我昨天我给这个老板又发信息是吧？我通过这个老板，我想通过给这个老板给他压力，我就是说是吧？这个清洁工拿走了那个300欧元，我是说我应该你应该还给我，你老板还给我，因为是你员工干的嘛，是吧？是你员工干的。那这个老板愿意，我说不然的话我就白住在这里54天了。50几天，反正忘记掉了，是吧？那他是说不愿意的，他说不愿意，他说是你，你住在人家这里，人家要对你形成一个保护的话，你肯定要，你肯定就是说你不给他太多的压力，是吧？因为你让他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面，他还能保护你。这个是德国老板的，一直都说在这里网络都会被他们控制，被他们控制。过去也是，开始的时候就春天的时候嘛，那个WiFi，他们因为他们派特务进来，派特务进来。然后就把这些 WiFi 搞坏掉，然后呢，他因为那边那个老板，那个王八呢，那王八是福建版的，已经被因为物以类聚嘛，福建版的，然后他就过来修理 WiFi。哎呀，那个我那好像我那个时候他这个清洁工被那个王老板吩咐，
就是说不给我那个密码，不给我密码，我不知道密码。那，但是我又要上网的话怎么办呢？那他就只能给我走后门，给我走后门，就是那个 WiFi 盒子，那 WiFi 盒子。所以讲，那个所谓的那个老的网吧老板啊，那个又矮又胖，非常矮，非常胖啊。非常棒，那个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，这个人是吧？他早就是很早以前他就知道这个清洁工跟我是什么关系啊。在这个老板的办公室里放了一本书嘛，放了这么一本书，是。The International Better Sale Thinking Fast and Slow，那他这个我凭我的经验是吧？我认为这本书是习近平福建啊，巴邦通过这些什么巴基斯坦人啊，那个巴基斯坦人不是吗？他这个清洁工讲的那巴基斯坦抢他的钱，抢他的钱啊。估计就是通过这些顾客都是特务的，强迫放在这本书放在那个办公桌上面好几个月，就是已经放在那里，好长一段时间。那个就是说，这个清楚吧，他卖给我，那，所以讲，那又。最近就是啊，就昨天这个清洁工是吧？又开口向我要200美元，200美元是吧？那就是说前面那个，我搞那个，居留卡的那个交了600欧元是吧？结果泡汤了，600欧元，就是他给的那个办证的那个100欧元，其他600欧元他收了。然后他给我1400的里拉，那这里面不止300欧元，他反正是他拿走了，那他拿走了。然后他又向我，要钱是吧？又向我要钱，那很可能，他反正我是梦见他是习近平，已经是习近平福建吧。但是他们应该就是说，习近平福建吧，就是说他还要整我，他一定要。昨天他给我发这个信息人的信息来之前嘛，我有听见鬼说，他说，巨大的威胁，他说鬼有说巨大的威胁，那很可能他向我要这个钱，是巨大的威胁，是吧？还有鬼友说，他说他如果回到这里，他会被干掉，啊，会被干掉，因为习近平福建帮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嘛，是吧？还有我，然后我后来就给这个老板发信息了嘛，我也刁难这个老板，我想通过这老板给他压力，是吧？因为我之前就他有说，他说你不可以给这。他的新的号码不要给老板，但是我就是给他，是吧？因为我听见鬼讲话，大概有在鬼神的指点下面，我有给这个老板发，给他那个，告诉这老板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他的电话号码很奇怪，是希腊的电话号码，希腊。那有两种说法，是吧？人家说他去欧洲了，是吧？你因为那个西瓜电话，但是他说这个电话号码是别人买来的，因为他也没有打电话，他就是说，用这个号码加那个 WhatsApp，用这个上 WhatsApp 是吧？用这个 WhatsApp 给我发信息，这个就可以使用了是吧？就你这个号码即使废掉，它在 WhatsApp 上面还是可以运作的。昨天我就给老板发了这个信息，那。我说是吧，你的员工，当时他还是你的员工是吧？我说你应该还给我，你老板作为老板应该还给我这300多的欧元是吧？
我说不然的话，我没住在这里，50几天啊，你应当免费。他说不行啊，他说不行，怎么样啊？他说这都是你，他说他早就说你不可以吧，随便把钱给他，因为那个时候收钱的就是这个清洁工的是吧？诱惑巨大的诱惑，应该离开这里是吧？那他这种他走上这条路，应该就是说他也回不来，还是怎么是吧？反正听见鬼讲话，说他要回到这里会被干掉，是吧？那后来我有跟这老板说，那我去报警了，是吧？通过警察的报警。然后后来这个老板就给我发了2条信息，是吧？My enemy really dangerous for me，是吧？对，这个翻译怎么翻译？我也没法翻译嘛。那后面那个是吧？我就很明白他在说什么。They said me be careful. They 他们跟我说什么？要小心啊！他说，天天 day and night 就是日夜的，警告他是吧？应该小心，应该小心是吧？那会这个就是应该就是说这个老板告诉我他受到威胁了，他受到威胁。西方人嘛，白种人嘛，他们会比较直接嘛，不会。那当然他们还比较干脆，比较直接，比西方人更加露骨，或者说更加恐怖是吧？更加的可怕是吧？那我就是说，我当然有这么提法，但是我当然也不可能逼这个老板，因为我毕竟住在他这里是吧？各方面我是吧？在人家这里是吧？也不能这么讲。其实这里他们都也便宜不下去。就是他这里面的设施还是比较好，比较齐全是吧？里面的设施非常齐全。那边就是说，还有那个对我投神经毒素的那个，他们就是福建帮的人，他是福建帮。那长期住在这里，他们搞，可能在这里搞的大搞大，那就便宜了20块钱，便宜了20块钱。那为什么他们那边？所以我认为那边是习近平福建帮设的窝，是吧？要把我引领到那边，那这个德国老板是吧？德国很可能是五眼联盟之一嘛，五眼联盟之一，所以说德国老板都被威胁，应该，所以我认为我还是住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本地人是很容易被收买，很容易被收买，因为穷嘛，穷。他德国老板毕竟还是有，应该说嘛，德国佬还是有这么在国际这个大环境下面，他毕竟是德国人，是白种人是吧？这个网络，这网络是吧？是他们故意有黑客干扰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说，昨天嘛，就那个清洁工啊，清洁工他在那种情况下面嘛，就是说把我那个300多的欧元带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他又给我发信息说要钱啊，要钱，要200美元嘛，他是受到巨大的威胁，才这样开口向我要钱，还是怎么着？当天说的，当天就能够应验。现在因为是吧，鬼还说就是说，他如果回到这里，他会被干掉。他有说，我说你有工作的情况下面，他因为他前面嘛，他前面又说他在其他人那里工作，他很奇怪，他反正我不知道他是在欧洲啊还是在土耳其，在伊斯坦布尔，因为他，有的时候说在安卡，有时候说在，伊斯坦布尔，然后呢，他那个号码希腊的。
那人家有的一种说法说他去欧洲了，是吧？那个老一开始就说他去欧洲了，鬼有这么讲。讲完以后是吧？讲完，比如说巨大的威胁是吧？还有就是说，他如果回到这里会被干掉。还有就是，我认为是因为我到了这里，所以说，估计没办法，他反正就是搞一半就断了，搞一半就断了。所以说，那就是把这个视频，前面的那一半哦，然后这后面的再嫁接上去是吧？嫁接上去可能就再上传嘛，再上传。下那些直播的下载完以后再上传。他清洁工他这么做，很可能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把我赶到中国去。他是在执行习近平复建班的意思表示是吧？因为我在这外面，我失去这么一个人，我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其他的朋友是吧？就好像我给这个老板发信息，我说。我在这外面，我在土耳其还是有一些朋友是吧？在中国我什么朋友都没有，因为中国人，中国人，我说不清楚是吧？说不清楚，搞不清楚，反正我在中国是没有，不要说了，就是说我那个亲戚里面是吧？就是所谓的亲戚里面有很多都是特务，都是他们派进来的特务，是吧？这都是特务来镇压我的，是吧？镇压我的。那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亲戚，是吧？那跟我血缘关系最紧密的就是我妈，已经被弄死掉了，早就弄死掉。我妈不至于说那么快就死，是吧？然后就是。其他有一些血缘关系的也都被收买，所以说那个亲戚，因为他这个亲戚反正都一样，中国人就那个德行嘛，是吧？我不说也，所以我在这外面，我不管在土耳其，可能在其他国家也能够，也都还能够有一些朋友嘛。那我当然，我到这个国家，我会选择到这个国家，可能就是在这个国家。朋友会比较多一点哦，就是说在网络上朋友也会比较多一点，在现实生活里面遇到朋友也比较多一点，是吧？然后我觉得很奇怪，最近怎么老是梦见都是在中国，都是在中国。我想去，因为我做的梦都能应验，我相信我做的梦的。我就是说去。想去报警的话，也是梦见，好像在中国很惨哦，很惨。然后我又给这个老板发信息，我说我在中国什么朋友都没有，nothing，是吧？nothing。我说我在这里还是有一些朋友的 然后就梦见，后来就梦见我又是在中国，我跟我弟在一块，是吧？我都跟我弟在一块，这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要把我弄到。中国去，好像是这样，所以说这个7天以后，这个居留证，我深深的怀疑我会不会拿得到，因为我那一天，我后来讲，因为我跑到他那里，我想换，我说我给他留中国的电话号码，因为我那个，在土耳其这里电话号码被锁住了，接不了电话了，是吧？我怕他们到时候给我送信的时候，他们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不到，是吧？那个人说你不需要打电话，是吧？他说不需要打，不需要电话号码。等那天的时候，那个人去找我的那个档案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。所以我怀疑习近平复建班可能又把我的这一些档案给弄走了，可能，习近平复建班把我。他收买嘛，他收买，因为他们的势力很强大，是吧？所有的一切，就是说，在这个搞居留卡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所有的人都被收买了，这个清洁工被收买，被控制的，反正都被控制。他们因为习近平复建嘛，他们不但有收买的这个势力，他们还有暴力，还有暴力，是吧？
他可以收买这里的，这里也有黑的势力是吧？因为穆斯林那个极端组织那个黑恶势力也都是有的，都是有，到处都有黑恶势力，都有黑恶势力，任何国家嘛，什么黑手党啊怎么样，美国也有嘛，美国意大利欧洲也都有那些比较那种阴暗的，这非法的，或者说反正就跟黑社会有点性质相同的，都会有威胁。那当然我在这里作为一个顾客，对相对于这个老板来说，我算是一个顾客，应该说保障可能会多一点。那清洁工他在这里是作为一个难民，那老实说他到底是去欧洲了还是在这个伊斯坦布尔我不知道。他后来是说他在伊斯坦布尔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，那他昨天又要向我要钱，我说你有工作你还向我要钱，他说他没有工作是吧。那所以说他说的哪一句话是对的我不知道，是吧。那当然我也有想过去报警，是吧，报警。但之前我想到报警的时候，我曾经听见鬼讲话，他是说说这个清洁工他说没法活了，所以说也要考虑到对方的那个经济利益吧，是吧，因为你把别人逼得太紧了。这个所谓的男人的话，你失去这个还有其他的，是吧，还有其他应该比他更好，是吧，长得比他更帅，是吧，个子比他更高啊，是吧，他跟我习近平见面他受不了，是吧，受不了，就是说这个子这么高，是吧，你应该配乌龟王八，是吧，你怎么就那个，是吧。我认为反正这个失去这个，那很可能清洁工他按照鬼的那个意思，好像说清洁工也担心我，是吧，他所以他也愿意配合习近平福建班把我赶到中国去，他可能也认为我在这里花钱花得很大，是吧，很大。老实说我在这里一方面我在这里很可能习近平福建班很难受，是吧，睡不着觉，因为那个欧洲这个疫情这么严重，我还活着是吧。那他们过去是怎么说呢，说我妈跟我都是身体很差劲的人，都是应当早死的人。鬼友说我这个没出来的话，估计春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死在中国了，因为你看我在中国的时候天天都有那个都有科嘛，都有，并且我天天都吃药了，是吧，我在这外面没有吃药，那个药就搁在那里了，是吧。因为开始也给这个清洁工吃，他后来他不吃了，是吧，我说你可能认为吃药对身体不大好，是吧，他说是，是吧。后来我也不吃了，是吧，我也认为你不吃的情况下面能维持下来也是不错的，是吧。是有的时候喉咙痛，反正你我出去喉咙就会痛，是吧。你如果说相当一段时间差不多一天两天这样子还没出去，是吧，这喉咙就好多了，是吧，没问题的。反正那我在这外面可能我能活着，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啊，我还能活着，这可能呢习近平福建班很不高兴，因为他们宣扬的就是说我妈身体很差劲，我身体更差劲，因为在我那个家里面，应该我妈就是说一直被投毒，我妈丈夫一直投毒，是吧。所以然后那个大夫又是中共的大夫，一直给他扣上帽子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，反正什么帽子都往他头上。我妈后来退休的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查，那是说他跟工号有特殊关系，去什么地方查发现他没病呢，还是说反正他退休以后有一天从外面回来跟我讲，他说他查了什么病都没有，所以他但是他又
不能直白，非他那当时又好像不方便非常直白的说出来，是吧？他可能认为这样说一下你就能够知道，但是我当时没有多想，因为他死掉以后我才多想了，是吧？才明白了他当时说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。反正就是我是反正我在这外面可能对习近平福建帮很不利嘛，是吧？你还能够找到爱情呢，是吧？你还能够有男朋友，我在这外面可以找到男朋友，反正还有一点希望，就是说你还有一点希望，习近平福建帮就不高兴了，是吧？甚至你还有可能怀孕，还能够生孩子的话，是吧？他就更不能接受，反正就是说他一定要把你弄到中国，你很惨，你应当活得很惨，他才心里面才舒服一点，是吧？因为在这外面你看我又没死嘛，还情况还是比你看在年初的时候在中国在北京的情况好多了呢，在里面也有搞视频，也有搞直播嘛，是吧？那个也有科嘛，有科。那个情况比现在坏，然后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，是吧？然后我又没死，这个习近平福建帮就打破了习近平福建帮放的那个屁，他们就是肯定的，是吧？肯定的，很可能诸多方面嘛，是吧？那你在中国的话，是他这里就是说把我。稍微接近我的人都被杀，但外面还有啊，外面还有就是距离这里比较远的这个清洁工被解决掉，然后那个成天叫我拆那的那个人也被解决掉，没看见了。另外一个有的时候还会叫拆那，是吧？看见我还会叫拆那。我反正这里的人对我相对来说友好多了，是吗？我去杜拜的时候，那里人会比这里的人稍微差一点，但是也是很也差不了多少，是吧？还是比较好的，还是比较好，反正要比中国人好得多得多，是吧？中国人我说不清楚，是吧？我也不理解他们，因为我没什么社会经验，成天就是被囚禁的。也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他可能习近平福建嘛要把我赶回去，那通过也要通过这个清洁工，因为清洁工被他控制了嘛。因为昨天的时候之前我听见鬼说，是吧？巨大的威胁，那可能在这个巨大威胁下面的清洁工得表演向我要钱，是吧？要钱，要200美元这样子。因为是啊，因为现在又是12月3号嘛，我今天交还租嘛，交中国的还租，知道吗？因为还有这个清洁工，他的朋友的朋友弄了一个王八来，在这里搞替老板收钱，当清洁工当经理，是吧？他接替着清洁工的位置，他不也是吗？他说他故意跟我说。还亮出照片来给我看，说他在安卡拉租了一个房间，是2000多还是多少，3000多还是什么？那他说他没住，是吧？他这个就是影射我，就是说这些人周围的越是接近我的，都是一些特务派进来，这个王八就是特务派进来，是吧？那我这外面朋友。应该说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嘛，是吧？你把我这个干掉，我还有其他朋友，我在中国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一切的一切都没有，就是说可能我在这外面的话，习近平福建帮会活得很难受，是吧？很难受，很可能。那他的亲戚，是吧？他的兄弟姐妹都，那习近平就是一个裸官了，差不多就是一个裸官，除了他老婆们，是吧？那我弟是一个老百姓，我弟是一个裸民，是吧？裸民没关系嘛，裸民没关系。那很可能应当寻求政治庇护嘛，是吧？那很可能，总的说看看情况，是吧？再过7天，
这个居留卡如果存在问题，那说不定习近平他们有势力，他们有无数的钱，无数的钱在国外是吧？在中国他们有，权力他是最大的是吧？最大，他们还希望能够把整个世界都给统治起来，都是在他都听他们的花号施令。那这个土耳其那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反正我现在是用手机录的，然后那个老板那个发的短信是在这个手机里面啊。反正就应该就是说情况，我感觉最近反正老天天梦见好像都在中国是吧？居留卡，反正七天以后就，我想我居留卡都能拿到，我怎么又梦见老是梦见那个在中国的是吧？这个很不对劲，还各种各样，非常可怕。反正，我就是说我跟这个德国老板，这德国老板还没看见这个信息的，没看见。那但是呢，估计习近平、胡锦涛都监视着这个网上那个 WhatsApp 上面 ，WhatsApp 上面发的那些信息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是吧？我说我在这外面还是有一些朋友，我在中国什么朋友都没有，因为我前面梦见好像我这去报警是吧？去报警，然后我报警完以后，我说去报警啊，我梦见梦的好像很可怕，在中国很可怕。后来我想不没必要报警，没必要报警。然后我说我给老板发信息，我说在这外面我有一些朋友，在中国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朋友都没有是吧？然后梦见我弟的，我跟我弟在一起是吧？变成这样是吧？总的说你不能在外面，很可能是习近平、胡建邦，很可能他们活不下去是吧？我认为，我在这外面是，我也不想去报警，因为你这个清洁工的话去报警的话是吧？他到底在哪里呢是吧？不知道，反正他是一个难民，你为了这么一点钱，这个难民，他也是有客观困难的人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去，他本身就是被胁迫的，被胁迫被绑架的一个人，清洁工应该就是被绑架的一个人，甚至可能是被强奸的一个人。那他不是开始要来强奸我们是吧？他现在也遭到报应了，被强奸了是吧？那我们再去告他的话也不大，没必要是吧？只要就是说这老板就是说你不要理他就行了，我就也不要理他，就这样。这个清洁工可能被胁迫要来胁迫我，要把我赶到中国去，因为很可能就是说我在外面还可以有其他朋友，因为清洁工有看到我给他照片看完了，我说还有其他的朋友，还那个人发给我的短信他也看见了嘛，是吧？所以他也知道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啊，在这里不止一个是吧，还有其他一两个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都有是吧？这个应该就是这样。